神护法品第十一。二十，千劳地神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从西来，阐释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，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，广度众生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与诸菩萨施愿深重。世尊，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，如文殊普贤、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，其愿尚有逼近，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结束，如千百亿恒河沙。世尊，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诸住于南方清洁之地，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，是终能苏化，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，烧香供养，瞻礼赞叹，世人居住，即得十种利益，何等为实？一者，土地丰染；二者，家财永安；三者，先王升天；四者，现存一寿；五者，所求虽易；六者，无水火灾；七者，虚耗必除；八者，杜绝噩梦；九者，出入神户；十者，多遇圣音。世尊，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，若能于所住住方面作如是供养，得如是利益。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所诸住，有此经典及菩萨像，世人更能传读经典，供养菩萨。我常日夜以本神力威护世人，乃至水火盗贼、大横小横，一切恶事悉皆消灭。佛告千劳地神：汝大神力，诸神少齐，何以故？阎浮土地悉蒙汝护，乃至草木沙石、稻麻竹苇、谷米宝贝，从地而有，皆因汝力。又常称扬地藏菩萨利益知识，汝之功德及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。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供养菩萨，其传读是经，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，如一本神力而拥护之，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辄闻于耳，何况令受？非但汝独忽视人故，亦有事番眷属、诸天眷属拥护世人，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？皆由差礼地藏形象及传读是本愿经故，
自然逼近脱离湖海，正业盘乐，已是知古得大用户。哦哈哈哈，问什么的说哈。